最近节日假期同屋企人同朋友聚会得多，食得又多，胃胀又唔消化，点算呢？这位同学，中医就有很好的办法，试下丹心心法的饱和丸吧，能消食和胃。材料有山楂、神曲、茯苓、姜半夏、连翘、陈皮、莱菔子。此丸适合所有的食疾，不宜久服，起到消食的作用就可以了。哎，妈咪话食火锅嗰阵时饮酸梅汤可以消滞，系咪真噶？是真的。酸梅汤的主要成分有山楂、乌梅、陈皮、甘草、罗汉果。山楂消食，乌梅生津，陈皮理气，甘草清热，罗汉果润喉。酸梅汤能消脂开胃，帮助消化，特别是在吃多了或吃了肥腻食物的时候，也可以缓解消化不良。周杰伦有一首听妈妈的话的歌，所以你妈妈说的喝酸梅汤可以消食是对的。